会年时间，意大利剧院包厢，于南落日为丹迪演。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女画家伊娃·冈萨雷斯 Eva González。 在19世纪啊，剧院是巴黎流行的聚会场所，除了看剧也可以看人，特别是在楼上包厢。这幅画表现的正好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女士呢直视前方，她的右手指着左手拿的望远镜。从女士的眼神来看呢，我们模糊了谁在看谁的界限，甚至感觉跟我们也在进行眼神交流。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74年，现在是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我们看到画面的左下角还有一束浅色的花与深色的布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旁边的男士呢正在往女士的另一侧张望。值得一提的是，冈萨雷斯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唯一的正式学生，他们的画作呢都被安排在奥赛博物馆的印象派展厅之内，遥相呼应。会宁时间，法国巴黎。